不卡了吧？啊，行 ，OK， 不卡就好。别叫老公我夫妇了，不准这么叫。你看你们一叫老公就直播间都卡了，所以你们不能叫，你们这么叫他直播间会卡的。嘟嘟嘟嘟嘟嘟嘟，谢谢小可爱超人的小纸条。能唱首歌吗？你想听啥歌？咋的？刚开播你就唱歌？那到后面再唱了呢？对呀、啊，再加。谢谢林子的人气票，谢谢大家的人气票。谢谢小可爱超人的人气票，谢谢大爷人气票，谢谢佛爷，谢谢佛爷的跑车。我求求了，别叫老公，你们叫老公我真的我遭不住，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聊天了。别耍了，手机都卡了，我都卡了。谢谢刘玉的捏小脸，对，叫我小老弟行，叫我小老弟吧。谢谢小可爱脆的玲珑现世。对，录完歌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录歌？叫声老婆，你想配吃？不可能。不是你在双休吗？你吃屎吧你！会员啥时候一折了？能设置吗？我不知道啊。如果现在能设置，我就去给你们设置呗。元宝是谁啊？啊，你说秋刚直播的时候说的呀、啊？我现在应该没法设置吧？我只有下播了才能设置吧？我应该只有下播了才能设置，我现在设置不了，我下播了去设置行吗？我不瞅瞅啊，这玩意儿有法设置吗？你们现在打字我看不到啊，我在看这个设置这个会员这个东西，务必设置一折，会的，我只要是它能够0.5折我都给你们设了，但是玩意儿搁哪儿设呢？你稍微等我一下啊。你们现在先别打字儿，你们打字儿我看不到你们在说啥。嗯，我得先折结束。他没有一折呀，他没有啊，他只有7折呀，哥哥，他只有7折，他没有一折，他只有7折。它只有七 ，you know， 它没有一，它有一我就设了，它没有一呀、啊。眼眶好红，是因为我刚刚喝了点8+1，我真的我，你知道吗？我都快烦死了。没哭，我刚刚喝了一点儿。咋了？我跟你们讲，我今天不是去录歌了吗？就我之前也录过歌，我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吧，对，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不是演那个话剧和儿童剧嘛，然后我们当时也去录了歌，我当时也录了歌。我那一次录歌的时候，就是你不管你唱的，就是比如说你平常唱歌或者你在 KTV 唱歌，你唱的有多好听，但你进了录音棚，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今天录歌，我录了一下午，人都快给我录一毛了呢。
就是你怎么听，你怎么去听你自己的声音，怎么都一定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你平常唱歌永远不可能跑调，但是你有可能就是在录音棚的哪一个字儿，它就是跑了，它就是很奇怪。然后因为你在录音棚录歌的话，你只能听到说是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声音是会很大很大声，然后你会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听到自己的声音，你除开伴奏，你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在你那个耳麦里面，然后你自己的声音会非常大，然后你所有的，不管是你说话的缺点，还是你唱歌的缺点，还是你的各种音准的缺点，点的会给你无限放大。我就听我自己，我唱歌我也有问题，我音我也有问题，我普通话我也有问题，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一毛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给我们录 demo 那个老师，然后就是录歌那个老师嘛，谢谢布布的掌声明珠。然后给我们录 demo 那个录歌那个老师啊，跟我们说很正常，但是我们自己去唱歌，我们就是我们再专业的人，我们自己去录音棚唱歌录自己的歌，他也是会觉得哪儿都有问题。他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说你已经就是算是挺好的那种了。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哇，干，我是个什么五音不全的东西呀、啊？我感觉我自己跟个勾巴一样，你懂吗？我真的给我自己撸一毛了，嗯。谢谢小可爱Alisa送的宇宙之星，哇，这个好好看。谢谢Alisa，谢谢Alisa。你哇，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很贵呀、啊？你别送那么贵的东西。不是，大家随便刷一刷小礼物就行了，你别送那么贵的东西，谢谢Alisa。然后到时候你们自己看就行了，你们自己听就行了，你们自己听就行了。然后没有见过，我也没见过这个特效，我看别人直播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谢谢Alisa，谢谢Alisa。你别送那么贵的东西了，你就送点就是小东西就行了。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大家送的礼物。然后我跟你讲，我继续跟你讲，我真的我服了，我都没学怎么快就去录了。歌这个东西很难学吗？那不很简单吗？那不你听几遍，你看那些，看着词儿，你跟着伴奏唱几遍，不就好了吗？还咋学呀？我不是东北人，我是四川人。你们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东北人，我是四川人。不是，你不管你是不是麦霸，你知道吗？就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可能就是，哎，算了，我也不跟你们说这么多了。你们去录音棚录一次歌，你们就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就很吓人，真的很吓人。然后刚刚那个秋还在给我发信息呢，我还在跟他说，我说你去录吧，一录一个不吱声，真的是一录一个不吱声。我真的，我说，然后我给他提建议嘛，我说你在去录之前，你一定要去把歌词给背下来，因为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把歌词给背下来。然后背下来之后，你才能够不去看歌词儿，更能够去带入那个感情，然后才能不出戏，然后才能更好的把那个歌的感情给就是给唱出来。然后我跟他说，我给他说，我说，哎，也就是我这么好的人才会去跟你说这些东西了，哎呦。那我现在提醒你的这些东西，你到时候唱的比我好，到时候片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俩一起唱歌，你唱的比我好，那我多不好啊！我说也就只有我这么好的人才去好心给你提。就算我提醒了他，我就算我告诉他，我说你要怎么怎么着，你唱歌的时候你要融入你的感情，你要把词儿背好，你要放开了怎么唱，你不要去管外面的人说什么，你好好唱，好好唱，
我就算我这么跟他说，我也坚信他唱的没有我好听，他绝对唱的没有我好听。哼，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自信，知道吗？我不是自恋啊、哦、我不是自恋啊，不要说我自恋，因为我听过秋秋唱歌，我就觉得他没有唱，他没有我唱的好听。哼，等到了他十四号去录，等到了他十四号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呀、啊。到时候他肯定会给我发信息，哎呀我唱一毛了。我不可能挨揍。等到了十四号你们就知道了，等他自己去录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到底是怎么个事儿。真的我不开玩笑，真的不开玩笑。因为我之前去录过一次，我今天去录歌的时候，我就跟我们这边说了，我跟我们那个琪琪姐说了，我说我真的，我录歌真的给我录出阴影了。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不是去录过一次嘛，然后当时录的时候就是哪儿听哪儿最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对录音棚，我对录歌这个事情有阴影了。他说没事，你来录吧。今天再一次打击了我。我俩还一起录过，我们俩不一起录了，因为我没有时间。他十四号才杀青到横店，然后我十四号已经进组，已经开机了，我们俩就没有办法一起录了。就是我录我的，他录他的，然后到时候那个录音老师把我们俩的歌给合起来，然后出来。他不是进录音棚，不是跟平常的声音不一样。你进录音棚，你录完了之后，你唱完了之后，你知道这个是你在唱歌，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哎，这是我自己的声音，但就是奇怪。就是奇怪，你怎么听怎么奇怪，你知道吗？唱两句，我没有拿 pad， 我要拿 pad， 我到能给你唱一下。我没拿 pad， 我哪能给你唱？尽快什么尽快啊？你说签名照了吗？签名照我已经寄了，他明天就能到，啥玩意儿？你知道我在说啥？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咋唱来着？那歌咋唱来着？哦，但是我记住我那句歌的，就是我们那首歌的歌名叫啥了？我们那首歌的歌名叫《雨燕雨》，雨就是你和我和 ，you know， 就是和 and， 就是雨，知道吗？雨 and， 然后雨燕就是燕，我不是叫我叫什么沈燕吧？对，我叫沈燕。语燕语就是语言的语，对，名字叫语燕语，歌名叫这个。然后就歌的话，我不知道咋跟你说，我咋跟你唱呢？就是我没有派的，我要拿派的，我要把伴奏放给你，我才能给你们唱。我等我下把子直播，然后我把派子拿着给你们唱嘛，好吧？哎，但是也不能给你们唱，那肯定要等戏上了才能给你们唱呀，要不然就提前剧透了。嗯，对，我下次给你们唱，我不能剧透。不能给你们唱《语言语》这首歌，我可以唱别的歌，唱啥别的歌？我哼两句，我哼我都忘了怎么哼了。反正这个歌的歌词儿特别有意境，就是很有意境的歌词儿。我是很想跟你们哼，我很想告诉你们，我很想给你们唱，但是我真的忘了，我真的忘了这歌怎么唱的了。因为我现在在跟你们聊天，然后我真的忘了。我发誓我不骗你们，我发誓我真的忘了怎么唱了。虽然我今天录了一下午，但是我真的忘了。其他的歌我会唱呀，其他的歌有什么不会唱？我是鱼吗？我可能真的有点鱼的记忆。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唱的emo到什么程度？我说姐，我说我不行了。
我说我真的，我怎么听自己唱歌怎么怪。我说嗯，谢谢无心随行人送的跑车。然后我说我不行，他因为他跟我一起，我们去 KTV 唱过歌嘛，我们那个七夕节跟我一起去 KTV 唱歌。然后他说哇，你 KTV 唱这么好听，然后怎么就是让我就是放开了唱就行了。因为我确实我真的很紧张，就算我之前我去唱过一次，我去录音棚我录过一次歌，但是我也会很紧张。然后说没事，你不用紧张，放开唱。我说不行，我说不一样啊，我说咱在 KTV 那哭哭搁那喝酒，我说那就放开了玩，我说那就放开了玩就行了。然后他说啊行，没事，我给你买酒。然后他们就去给我买酒了。所以为什么我喝酒了呢？就是因为我今天在边在唱歌，我边搁那喝酒。因为我感觉我不喝酒我开不了嗓，我不喝酒我就不能完全放开了唱，我就边在那喝然后边在那唱，边在那喝边在那唱，但是还是会很紧张，真的还是会很紧张。注意用词啊，没事，还疯不了了。别说那个字儿，行，8+1，我真的我今天就编在那，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开播的时候跟你们说，我说我稍微喝了一点，稍微唱两句其他歌，啥歌吗？那你说一个啥歌呗？小冤家怎么唱？不是，有修音，但是你。我修音，但是你不能说你唱。他没有办法拉回来，你知道吗？又卡了吗？好了吗？Hello， 还卡不？现在还看得到人不？还卡不？啊，好了就行。好了就行。等一下，你们先，你们让我想想那歌怎么唱来着？啊，不行，我得看到剧本，我得看到那个台本，我才能想到那怎么唱。因为我台词我都记不住，我那歌词我都记不住。谢谢小可爱翠送的梦幻蓝气球。准备开舞群了哦，好的。我唱其他的，没有伴奏我怎么用？等一下啊，我给你挑个伴奏行吗？你们想听啥吗？对，我怎么拿到？然后空调要不买，等一下。耶，你不慌吗？我等会儿给你们讲一下我今天唱歌的事儿啊，因为我找一下遥控板，我得把遥控打开。因为我现在没有带 pad， 我也没有带那个叫什么那个音箱，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放歌。你们想听啥呀？世上只有妈妈好。你们为什么要听这些歌呀？单身情歌，你死不死啊？谁说的？猫屋。我给你踢出去，你在说什么话呀？单身情歌挺适合我的，我真的，我头给你锤歪掉。
谢谢小可爱最送的日出相伴，稍等一下啊。爱我别走，行，我激动了。探清水河，分手快乐，我行都行。单身情歌不可能，什么意思啊？你们埋汰我是吧？你们是埋汰我吗？啊？新剧好看，谢谢大家的喜欢。嗯，哦，这个好可爱，干，谢谢相公，相公公。稍等一下啊，哎，为什么没有这个歌？新剧上榜第一了，嗯，对，是的。哎。哎，咋没这歌啊？危险派对飞天茅台。荷塘月色，啊，这首歌那不是女孩唱的吗？我是能唱，但是哎，怎么连不上网啊？我说我捣鼓这么久了，捣鼓不出来了。不，等会儿我们先聊会儿天吧，因为我先把这个网捣鼓出来，我再给你们放歌，好不好？小邋遢，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为什么现在真邋遢？我没什么拿手的。谢谢微末叔送的环球旅行车。葫芦娃咋唱啊？谢谢小凯 BB 送的日出相伴。徐志成，那鞋子确实被我穿烂了，因为没办法，因为，天哪！哎呦，多幸运！啥吻戏啊？没有吻戏，我没拍过吻戏。别说，闭嘴。什么时候拍第二部？然后现在是，然后第二部还在，就是，他肯定剧本还得出嘛，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咱们拍就拍，就咱们拍摄之前前期筹备有很多，首先你要得剧本得下来，剧本下来之后得有平台，对吗？有平台之后，然后咱得去把剧本对完了之后，咱得去拉景，拉完景之后，咱们得去约档期，约完档期之后得去看景。谢谢小可爱超人送的纸板琴场，然后得去看景，看完景之后，然后还有就是很一系列的事情，不是说咱们能拍第二部就拍第二部，就是它中间有很多程序的，你知道吧？我给你们唱个杨戬的，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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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可以了吧？不给你们唱阴间的了，因为我怕唱阴间的你们受不了。哎，祝你啊生日快乐！肖战什么时候演？得第二部，得第二部。第二部的话，第二部男主的名字叫肖战。哎，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的话会不会给我封掉呀？然后就是。解印的手势，你们要学吗？对，某站就是他剧本取的这个名字，我没有办法，对吗？他剧本取的这个名字我没有办法。郭月婵，我不知道呀，我没有记得，不是。就是如果有第二部的话，那应该那个战还是我，应该也是我去演。我都已经忘了，我看怎么这么，然后这么，然后就结印呗，结完之后，然后还有什么？哎，咋的？好多好多呀！我当时学这个印，你知道我学了多久吗？我学了好久好久，就是我不同的功法，我有不同的结印，就是可能是在剧里面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真的有好多手势啊！我当时学了好久好久，然后还有什么这么，然后这么画一圈，哎，然后怎么比的来着？哎，反正我都忘了，就真的是跟火影忍者一样，我。所以我还是想当什么，想当那个，哎，不是大河，那叫啥来着？初代火影叫啥来着？波风水门是第四代还是第三代来着？永大妹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我记得初代叫啥来着，我都忘了。他就是对，铸坚，双手一合，想要什么来什么。你说像他多好啊！我要当个铸坚，我也不用去学这么多结印的手势了，我直接啪，我想要什么来什么，我直接一合，我想说什么说什么。大长老是苏曼吗？大长老不是，大长老的抖音名字好像胡八一吧，是胡一八还是胡八一，还是我忘了。现在明星空闲的时间都是，我不是明星，我只是就是一个小演员，我正在努力的小演员，我不是明星。大长老，不是有那么多大长老吗？小狐狸，那小狐狸抖音我不知道是多少，不是林仙子吗？对啊，林仙子不就是大长老吗？林仙子就是大长老啊。郭月婵，那我不知道，后面应该还有，后面还有的话就等第二部了呗，因为第一部就拍到这儿了，第二部就。你有人先走，对啊 ，OK。后天见，哈哈，我懂了，哥，我懂了。我们这个房间小哥直播返场，就是我们的执行导演，黑土老师，我们的执行导演，我后天还会跟他一起合作。后天那部戏的执行导演还是我们的方言小哥，这个郭月婵也是大长老，然后那个林仙子不也大长老吗？下部拍什么？拍一个古装的女频，谢谢小可爱超人的帽衫，就是
双墙，双墙，双带着啥？求财的。就你们不用去想我带着什么东西，我说我或者说我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你们永远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但凡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寺庙里啊或者道观里求这些东西，永远是求财的，永远只有可能一个是求财的，求姻缘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求姻缘。我就是个财迷，我就是个财迷。女主是谁？女主我还不知道哎，反正之前他跟我说了，女主是之前跟我说的啊，之前就之前跟我说的啊，不，我不知道确定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女主到底确没确定，反正是之前跟我说的，是那个叫啥玩意儿来着？哎，有个戏也是选哦，武极天尊那个女主，但不对，你们听我说啊，是之前跟我说的，但是我不知道确没确定是这个女孩，如果确定了就是她，如果没确定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剧本我看了，剧本我肯定是要看，我要拍我能不看剧本吗？我得提前去看剧本，知道剧本啥样的。剧本我看了，但是你不是问我女主吗？何秋秋那部我不演了，何秋秋那部我给推掉了，我不演了，因为之前确实也是，就是我月也不是月底月中那部戏嘛，月中那部戏本来就是我跟秋秋演嘛，然后但不好意思，刚手机没电了。月中那部戏本来是就是我要和秋秋演，但是我看了一些剧本不太行，剧本不是我喜欢的人设，剧本的人设跟我想象的人设差了很多，所以我就推掉了。谢谢小可爱 BB 送的比心兔兔。没事，我刚出去借了一充电宝，没事，下次合作不就完了呗？那合作的机会多了是了，今年还有一年的时间呢，那怎么第一都能再能合上那个一两步两三步，对不对？因为确实是，就是那我也挺想就咱们俩再搭吧，我再跟咱搭，但是我看了剧本，确实是跟我想象中的人设差了很多，然后我不太喜欢那个人设。然后我就推掉了，然后我跟秋秋那部戏后面就不拍了，然后他跟另外的人拍，然后后面会有合作的，后面一定会有合作的。嗯，我写的那部序号说，谢谢大家的喜欢，那你没点关注的帮我点关注进进粉丝群，谢谢大家。是男主皇上那个？不是，男主不是皇上那个。在横店一个月，我知道，我接下来在横店也是一个月，我也在横店待一个月。我接下来的戏也都是在横店，就可横店待着呗。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说大夏天的，你不多整点现代戏，穿的清凉一点，穿的凉快一点。大夏天的全是尽是些古装，我的好家伙，那四五件衣服大夏天的往身上一套，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对啊，我感觉我都住横店了，你知道吗？就找我的也不是，也有现代戏找我。确实穿了古装上厕所都不太好上。谢谢万物不如你的跑车，谢谢。横店，反正横店能吃的好吃的我都吃过。我哪儿呢？我四川人。演大长老的问问可以连麦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啊。大长老是，我没有，我这连不了他呀。我不知道怎么连他呀，我没有连过这个东西。我只跟我那个就是好友连过。我大壮老师，我知道，但是我只跟我好友连过，没有跟其他人连过。你们稍等我一分钟，好吧？30秒，我上厕所。对，我连那个。
Lisa， 你现在在你现在在台湾是吗？你要在台湾就行，别你说这些话让人家看见了不太好。对，你在台湾那就行，那你说的话只有咱俩能看着。但你说万一是人家看着不太好是吗？当然你知道。又说了什么？那不告诉你们。Lisa 跟我说的话只有我们单线联系，你们也看不到。哦，你也看得到，那你肯定也在台湾。哦，你们都能看得到。哦，那你们在台湾，你们的 IP 在台湾的话，你们就能看到 Lisa 说话。那如果你们不在台湾的话，你们就看不到她说话。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是是，我就看不到就行，反正看不到就行。我先上个厕所，我先上个厕所，稍等我那么30秒，好吧。I'm coming。 哪叫我上了个厕所，差不多嘛，我上了厕所。你好你好，晚上好晚上好。四群啊，马上我们等会儿开个五群吧，好吧，等会儿开个五群。洗手没？洗了洗了，那纸擦了吗？那你洗手你不擦呀？你洗手你搁那手上一堆水呀、啊。谢谢依林，谢谢依林。接下来都有古装吗？也没有，接下来也有现代戏，然后但是我接下来的两个戏都是古装。酒驾过去，我没喝酒。一股东，我不是东北人，我不是东北人，我四川人，我四川人，我是四川的。我赶紧，你恶不恶心？你不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不是男频，不是男频，女频女频。但是就虽然他是女频，但是男主的戏真的很多，真的。双强，双强，就是两个人都很厉害，两个人都很强，然后杀手。手机立不住了，等一下啊，我手机要关机了，不是杂音，我得给手机充电啊，因为手机要关机了。我演的村上的火影还行，那你别这么说，别那么说，别拉踩，别拉踩，我跟人比不了，好吧，等一下啊，OK 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对，这么说我得被人骂，不能这么说。没有手机之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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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东西在没在这边，我东西在另外一边。我现在这边没什么东西，没有支架。特别好的，对，是很好。我看了剧本，我很喜欢那个剧本。就接下来两个戏的剧本，我都很喜欢，就是 wow。你们要好好看着吧，我接下来我的上的戏都是很 OK 的戏。绝世神王第二部后面肯定会筹备，如果要拍的话肯定会筹备，到时候如果要拍了我会跟你们讲的，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我接下来会上，我反正我接下来上的剧你们都可以看一下，我接下来上的剧都是高质量的戏。我瀑布的戏拍完了，拍完了呀。哟，沈大佬来了，这下看着好爽。等我后面上的剧你们看了之后都很棒。我接下来上的应该会是孙悟空吧，到时候孙悟空上了之后会挺好。反正到时候上了你就知道了，我接下来上的剧都会制作是比较好的。然后比如说我接下来拍的这些戏也都是，不管是从剧本还是制作来看的话都是挺好的。不全部是男频，也有女频，也有女频，女频也会有，男频也会有。反正女频男频都会轮流着上的。孙悟空的特效，对，孙悟空，而且孙悟空会有特效装，然后你们看到孙悟空之后也会觉得很 OK。 绝世神皇是属于男频，就是绝世神皇是属于男频，因为你说玄幻修仙，然后到了，哎，咱们男孩子小时候肯定都看过，那谁小时候，谁男孩小时候没看过什么《斗罗大陆》《斗破苍穹》？谁没看过？那肯定都看过，对吗？算算自热米饭，我吃饭了，我吃了，我吃过了。我爱拍女频，我喜欢拍女频，因为女频的话，她的感情会更细腻一点，她更贴近于生活，更是在像演戏。就是更是自己在好好的工作。男频的话就可能比较偏向于男性观众，男性观众的话可能他就是比较需要那种爽点，就到那个时候我就要撑起来，我就要突破了，我就要把你们都嘎掉，我就要牛逼，我就要逆袭，我就要翻盘，就属于这种。但女频的话心思会比较细腻很多，就是他会有自己内心戏，你可以通过你的表演、你的眼神、你的微表情能够表现出来很多东西。但男频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男频的话就冲，男频的话给老子冲，干干干，就属于这种，知道吗？我坐地没有，我坐沙发上的。对，男频就是比较多的是爽剧，女频的话就是比较多的是爱情。你看我现在上的这个《绝世神皇》，你们看了这部剧吗？《绝世神皇》这部剧，《绝世神皇》这部剧没有感情线，就没有什么感情线，就全是我自身的一个突破、一个逆袭、一个去打怪升级，对吗？但女频就不一样了，那女频的话，她就是有很细腻的感情线。为什么你戏份没什么，男频女频都会拍的。我跟林仙子有一点的暧昧，他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你没看吗？我跟他确实没有一个确立的感情线，这么一条顺下来他是没有的，对不对？他是没有，就是
交代出来我跟他有什么喜欢呀、啊、或者是最后在一起了什么之类的没有，那女频的话就一定会交代，女频的话就是一定是到了最后我跟他就会在一起或者是就怎么怎么样，他一定会交代，男频就不一样。那你看我最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跟他有没有发生，也没有，对不对？小虎来给我送个花戒指，你看那个真是仔细呀、啊、花戒指你都能瞅着。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哎，就那说白了，男人嘛，男人都大大咧咧的，看那个舒服，看那个爽点就够了，看那个爽就够了。女孩子的话，那心思比较细腻，就喜欢看一些就是可能是有点触动自己的，不管是。就是亲情啊或者爱情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些感情类的东西，女孩比较感性吧。我们男人还那大操男人，那能有个啥，那大操男人看一个在那谈恋爱，那谁看那玩意儿，那大男人就爱看你，我操，给我干，给我打，那男人嘛就爱看这些东西，所以就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我现在女频也拍，男频也拍，然后就是就针对于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我都有去照顾到，都有去拍，所以就，我说话有时候有东北味儿，是有一点，因为我身边的东北的朋友比较多，就是可能我平常说话，只要不是在工作，不是在拍戏的时候，我说话就比较懒散的话，我就不会去注意我的口腔发音什么之类的。那就懒一点，你说那东北人说话那不就懒呗，那就懒，对吧？什么老说强吻案真情来结尾，我不知道你说哪部戏啊，你说的绝世神皇这部戏吗？绝世神皇这部戏我不知道，哎，那场戏我睡着了，我就躺地上睡觉，我也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别问我。拍一天回戏戏你们为什么，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哎，我真的很不理解人家的直播间，人家的评论区都是，哎，哥哥你不要谈恋爱，你不要处对象，你不要有女朋友，你要有女朋友了之后我们就脱粉了，我们就不喜欢你了。跟我这儿不管是评论区还是我的直播间都是，你快找个对象吧，你快去接吻吧，你快谈个恋爱吧，你快生孩子吧。哎呀，我真的凭什么人跟人的差别就这么多，就这么大呀，就凭什么呀？因为我你叫我老公我不要，那叫我老公我不要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叫我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这也不是你们催我结婚生子的理由啊，就是因为我不让你们叫我老公，这个就变成了你们催我结婚生子的理由吗？这个就很奇怪呀。你们不要到处找借口好不好，你们就勇敢的大方的承认是你们的问题，好吧，你们就承认是你们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你们别在那跟我刷点什么老公，我直接给你禁言了。我不让粉丝叫我老公，粉丝就自动进入妈妈粉了。我真服你了。老婆，你死！叫我老婆，我一个四十二码的脚，我四十三码的脚，我踹你脸上，你脸给你踹瘪了吗？哦，你在叫你老婆啊？那行，那你叫你老婆行，你别叫我就行。还叫我女婿，哎呀，你们要不要听听你们在说什么呀，真的是。在家吗？没有，我现在阿富汗呢，你们听到吗？那边还打着呢，我刚打完回来，你看我穿的一身趴草地里看都看不着我的这种一身，我刚打完回来，没听见哦，那可能是我这个房间的隔音比较好，
单身情歌，哎，单身情歌咋唱的来着？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什么亲爱的、相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哎，咋唱？我不知道咋唱，是这么唱吗？但我记不到词儿。那像我怎么会记这种词儿啊？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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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这么唱吧？嘿嘿嘿，那不行，我这没有伴奏，没有伴奏唱不了。素颜嘛，那我不工作，我不拍戏，我化什么妆啊？那我肯定只有拍戏的时候才化妆，私底下没少唱。我私底下我没唱过这首歌，我只是听过这。那谁去 KTV 没听过自己朋友唱过这个单身情歌呀？你儿子问我咋这么可爱？你儿子问我咋这么可爱，我也不知道。那我是孙子呗，是这意思吗？世上那么多人单身的只有我一个，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我真的我想给你，我想把你头给你打掉。无中生有。